赤雪叫我，然后我先带驱散宝宝。是是。哎，为什么这怪就直接进来就看我？你站在门嗯哼。口，他当然会过来找你啊。哎，他不共生了吗？这直接共生死的了是那呀，只小就是。怪，共生的是那只小怪。很多了，不是啊，以我前去。共生的是这个大的。对没呀、有，啊，但是这次今不天是我进这来只打大的时的。候也是共生的那个小的。他共生还有值班的是吧？我没去事，看。还轮着能轮着保箱呢。一哥，你还上吗？我报不了你了，救不了了，救一不了个了。五十层。我去。哎，这个 G 天天是这号是蚂蚁小蚂蚁在上吗？是我在上，哎，哦，这到底哪个怪有共识啊？我看不出来啊！小水我是滴。小水珠，我操！远的那个手枪远好用程吗？打断拉过来啊！你们哎，断了，CD 了，你把三个小水滴一掉就行。哎，多后不援要那支么四十鱼了。饵吗？就是不想打小水滴才拉的，你他妈全都跑过来了，完有了屁完用了，啊！好像感染了一个，我记得我看到了，已经好像感是染，啊。你看这个大的。他过来吗？晕了晕了。那感染好多好多都是感染的小水滴，可以当不它不知存道在吗？吧。今天打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哦，以色列人也有进攻驱散。对，有 CD 吗？10秒，DPS 的宝宝的应该有的。你那呢？ADD 找了，把先把小水滴一点就行了。然后工伤。哎呦，只有你一个远程，你他妈就要远程打断好吗？对，OK，我留一下。哎，这怪蠢的。如果暴怒之后，我们记得打断一下。否则应该挺刺激的一发。CD，防起打断还是厉害。挑战多啊！打大的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。共生跑谁身上啊？啊，还能跑人身上的吗？不是，这水元素不是会共生的吗？没有共生啊。没有啊，看他们身体不像。你说以前？好像共生快改了，对，上一次的是这样的，但这次不是了。这就是改共生怪了，分布了吧？今天被这个水元素暴怒举了一下，好吧，有点刺激。那不是凉凉？凉倒是没凉，我感觉凉透啊！没有，现在装备还可以，一生一死。这要空一个，那个你技直能接要拉，空。我把共生怪致盲了，你直接拉。哎，反隐了吗？这怪来致上来盲了，上来共生怪。上！OK，共生怪致盲了。拉上来 A 就完了。那个宝宝卡在下面，把那个宝宝背上来。
你弄小水滴的。啊，小水滴一两次就太高了。没有没有。压不了血了已经。赶紧把小水滴 A 了，你这死局扛不住了。哇，这个震荡波。他那个怪周围有减伤，有50%减伤。单点的。那个神殿骑士怪周围。开个闪避跑一下你。你妈差点引到那边的怪。我去补个陷阱。还是那个怪。过来。公孙那只过来了。哎哎哎，你那。这个 A 掉吧 ，A 掉吧。那你到这里。但这都是死区就很烦。等，哎呦，看你妹！没事，没平。啊，等会儿，这个工程是什么东西？我没发现，这底下也有这个，对，把那个外面那个弄进来。这个要试血吗？不用吧，随便吧，反正也只能开两次。这个开了就、哦、要看到到底、啊、我不知道，随便。那我就留下个 boss 开了。可以，就二号加威王开嘛。站太远了，是不是没死区吗？这个 boss 还不分裂，没死区，没那个，没残暴，有残暴啊，没残暴啊。嗯，你看他那个百分比伤害跟生命是一样的，应该是没。对啊，我操，为什么 bug 了吗？他先倒靠这边的。哦，倒这边是吗？这根为什么血还没打掉它就没了？它控住它，我也没打的。你把它控一下，它就直接没了。这样的吗？一样的，对。控一下它就消失了，我记得。就跟那个神庙的蛇一样。对。我就说我操，我感觉还没怎么打它，它就没了。冰冻陷阱控一下就没了。我操。下面那波就赶紧先 A 就是了，把那个新兵没多少血的。新兵出100000血。
日常任务现已充值。可以。这怪是不是改过呀？变成以前超猛，变成垃圾了。这副本是怎样？我以前我感觉这个难就是因为这只怪。他变成垃圾，我想要把后面的那两个也拉了。别别别，他暴怒了。嗯，你居然没消呢？去了去了去了。哎。他是不是暴怒都没了？哎，对，没暴怒啊？为什么？被驱掉了。啊，暴怒可以都可以那啊？暴怒都可以驱的吗？对，我没有猎人。我操，这么凶残的吗？有一个共生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先给压压之前给起来，好不好？赏他个驱。这个这个牛逼、啊！头上两把锁是什么东西啊？猎人，他、哦、那个 buff。这属于可以驱的范畴啊，那这个暴怒也废了呀，感觉。但是我实在想要求把毒刃还给盗贼。暴怒就是怕几个，哎，我卡了。啊啊！好了好了好了。跳这吗？你卡我管你小黑屋啊！不用跳，不用跳。这个怪简单。这跟那个割肉怪也是，那妈把暴怒驱了，那就相当于没这个词缀了，把这个关键怪的。暴怒一区，你看，你可以骑逃跑的时候就骑马，不骑马他还怎么跑？先那条先一下。哎，他们是逃跑。操妈！切肉了，割肉了，割肉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先割的好。里面就没事。暴怒之后他割的疼啊还是？暴怒不是可以驱了吗？秀。怎么看上我了？看上你啊，切你的肉。哎，真的卡了。哎哎哎！哇哇哇哇！哦哦！尖叫尖叫！我他妈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在那个大圈里面。哎，想到一个区域。他之前就放过那个的。但他还没到。哎，这个怪的晕，这个怪那个 AOE 着急断了之后他不放了。特别太不你断 AOE 没有用，你要断那个铁甲。不是，就是他那个，哎，他的 AOE 不就是铁甲吗？不是，那是两个东西，铁甲是变大。AOE 是那个大圈吗？啊，还不是一个、啊、大圈是大圈，变大是变大，这两个不一样。这个怪暴怒之后有点凶了，好吧？这个魔法可以驱的吗？哇，这不驱你两下就没了？哦，对啊，我操！我上次看见有人不驱的，我还在想这个是一定要刷的吗？有点难刷呀。上周的词缀，这个怪就是个爸爸，根本打不掉。是个爸爸，每次这个怪都要死。嗯，这周的词缀其实哦，激怒可以驱掉就没事了，驱不掉的真的是个 bug。哎，又要来了，这个怪还是有点强度的，好吧？这没共生可以一波 A 啊，有共生吗？没有，右边五只，我说右边五只一个都没有。
转过来了。这边就是试着特别强，我决定下去。哦，没事。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吓人！哎哎哎！没事，那个动着呢。哦。哎。这是什么？看看能不能 A 多少。哎，我这个一个拽怎么还没把一个一个拽走啊？感觉，因为我被风弹下来了，你懂吗？哦，这样的吗？消失。没事没事，把这个两个，我瞬间爆炸。我操，怎么还有两个这么大的？为什么把那四个也拉过来了？那四个怎么拉的？有没有塔、啊？放个塔 ，A V B。不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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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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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打是吧 ？OK。能打能打，这怪很蠢。这怪他妈动不动。铁柱看我呢，你们打。我看你了。这怪动不动他妈。铁柱，我开。你们先把这个新兵 A 死倒是真的，好吧？新兵他一直在打我，我有点烦。这是一个新兵跑掉了，然后 A D D 的。嗯，对他他妈现在他妈就怪，把以前这个逃跑技能拿回来了，我靠！我把现在新兵引过来一点，引过来一点再杀掉。你可以跑了吗？跑啊！可以再跑十呀。这边经常在墙上打，就是然后他放在这放个风就很难受。上吧。Scar，你有没有那个？贼蠢。啊，上四十怪。你穿的，哎呀，随便打。多拉点坚韧乱舞。我是挺拉的，就这么一说。有闪避的话，赢五步。一波波拉，一波波拉。这感觉可以六，可以八只吧？可以啊，八只是可以啊。怪挺狠的。我刚以为应该没来。你 OT 的话，这怪你拉十六只全部过来都可以，打不到我。OT 都没事。等一下，我换个宠物，稍等。你们分一下打蛋，我喝个水。怎么说？五二那个四杠三。好的 ，EKK 一啊，还是我猎人猎人补吗？三个人应该能断过来。啊、哎，难得露一次，问题不大。别叠上来就行了。哎哎哎！被那个锤了，被那个正面神臂锤到了。你追太快了。你几段来着？下个我段，下个我段。我十二段。猎人CD。他三吧。没关系的，现在有那个铁钟那个，可以稍微漏一两个段。现在稍微漏一两个可以消 debuff 的。下个我又断了，下个我又断了。我躲一下。两个人够。下一段我来。没有，有风，断了。下一段我来。好的。哎，这个风它会突然加速了吗？我操！这周词缀是不是 bug 了？没有残暴、啊，没残暴，他这副本没残暴。我想说副本就永远不会打人变得垃圾了。他没死区啊，你没发现吗？一个是所有的都没残暴吗？不知道，我残暴，其他副本有残暴，非常痛。只有这个副本没有吗？对，只有这个副本没有。我反正我刚打自由港是有的。这个副本不是变成重点是它变大之后增伤怎么不见了？什么增伤？啊，这样的吧。它不是说变大吗？那是个增伤。去掉了吧，猎人。没有。那个不能去。要是什么都能去的话，哪个副本都要猎人了呀？那小的也有增伤啊，这个变大有啊，100%，只是你变厉害了呀。没有啊，不是他打我一刀一万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确定你这掉血是一刀一万？
我一刀45000，45000也很乐色好吗？那为什么打我就一刀啊？这这个蛋还一样，给个面子，人家是个 boss。这个 boss 普攻是70000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有我加死呢，他加死都没触发。开了。嗯，1KK1。多少了？五。我三我三。不要抢掉。那个是飞盾，那个没有办法。没有，好黑盾是。我。妈，这个也变成垃圾了吗？感觉，因为没残暴没强韧，这整个副本都。你知道那个上礼拜可以打90000吗？他那个锤子一锤子90000。等会儿进去 A 了吧？下给我了。下给我来。等一下，那边要打，后面要全跳的话，那边要打。来，这边又打。哎，没大局。你可以，嗯。没就没了。下一段猎人，下一段猎人。猎人段吗？行。嗯，下一段猎人段。我来。下个我。好，扎到了。怪不厉害，今天打的时候，没跳就是正常清的。计算 CD。把两个打不出来啊！你们要卡是？不打可以两个都闷，可以两个都闷啊。哦，不要两个都闷是吧？可以啊。不知道可以闷，那我们就过去了。我的，来出了，卡视角。我点了个右键，怪我。我的杀戮盛宴好难受。我这会怪会出来吗？就把它卡就卡没了。不会卡，他后面不会卡没，只是让你打这个的时候不会被 bus 而已。我忘记把右键取消了，我操！是不是只招了一波怪啊？感觉？嗯，对。刚刚那波怪其实可以不招的，我那个卡攻 CD 的没有断出来，他不读了个释放虚空的条吗？你把它断掉就没有了，晕住就行。后面都跳吧。我进战斗了，上班吧。什么你进战斗？哎，好了。后面全跳。我们走。我不吗？大侠。帷幕吗？你们用，然后再帷幕。先把右帷幕稳一点。我开了。你接第二个，等会儿。接。哎，这波吗？出去也可以，那就一边，不要两边都有了。左边。哎，左边。来打，下去要多少？没什么经验。哎，有共生啊！对，里面都他妈没看到是在哪里。嗯，控制够吗？86够了吧？
够了。我记得繁盛州下面都有十五啊。是吧？下面鱼全打了，应该就够了。对啊。啊，对。鱼也有繁盛吧？难道？啊，繁盛，鱼好像没繁盛。其实不需要，就不点名的人看开点名的人去撞就完了。点名人就正好撞两波，应该是的。现在我感觉我上周打的点名人撞不了两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二波他就被完全控制了。他那个有一个时间的不断的。哦对。下一段接着。我记得是第一个变身的人好像撞不了两波吧，下一个就可以了。那个 Scar 三段。我操，这么疼的吗？我操。有一坨屎打到我身上。这个没这么疼呀，讲道理。什么东西？那个驱散的那个。那个东西，第一周打我一跳，九万。把这 A B C 转出来。我转出来，转不到就完了。转不到他就死了。我要死了。怎么还两秒？还两秒？还两秒？还两秒 ？OK。我操！我 K 个鸡啊呀！这明显不对，半血就应该出来了。半血就该出来了呀！又 bug 了，再打了已经。又 bug 了，打。打 boss 了。你们不漏断的话是可以打的，应该。不漏断，他还扛得住。哪儿了？下个我断吧。下个你断，你断完我可以断。那既然转不出来，我们就打 boss 了。你怎么打呀？你被，你总要把球线撞了的吧？中了那个可以断球。球了。我断了。不准他吗？这等会儿就凉了，你们，你得把他打死啊！好像，哎，好像不行。快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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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把他打死吧。bug 了呀，下午还没这个问题的。那就是 bug， 老 bug。哎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有断断一下。我出了六 buff。我还有秒。关键是马上他又要点名了，点我点我点我，好好好。你有办法在他被清空之前打死吗？应该可以，有机会。可以吧？你不要离太远，你反正过来点。啊，我不拖战就行了。应该能打死。哎，这差一点点了。可以可以。什么鸟 bug？ 我是不是砍成你的假死了？我不知道，有机会加一。我 A B C 那条没读完，没读完，没读完。没读完也这样就就早就应该出来了，半血就应该出来了，他结果，我就看着我血量已经很低很低了。我们那天打的那个，我们大前天打的风暴吧，也是打死了，但他没死，他就四血出来的呀。那我死了呀，关键是反正牧人是被咱打死的还是古神干的？对，被我们打死了。哎，没有，我好像是被心灵撕裂，他被他补了一刀。赖古神吧，是古神干的。可能是我出来的那一瞬间又被他点了个那个点了坨屎。哇，这个水下这个是就是古神是吗？这个坑里的呢？不是啊，你不要下去，下去吃那个 buff 的话会变成敌对状态的。啊，不是直接死吗？不会死，那做成就的呀。别下去摸、啊、那个，你想玩打完再说。我先去过一次，直接死了。哎，有共识到了。哎，老兄，我还没到呢。啥也没干呀。有共识。你没钱行吧？有一个没事没事 ，A 就行了。这怪没多少血。没事，我等他们。我怕。闷吗？这个。没有，我是闷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站奉献啊！把门拉过来。OK， 我走了。我要不要弹一下？算了，不弹。我就把构成怪引回来了。他为什么不过来？干嘛？在看我。在游。然后他有点找不到方向。这他妈这一波鳗鱼才多少啊？三波百分之三。
先打 boss 吧。现在不现在这个吧。你分好打断啊，这玩意儿。我先带远的那个，我先去把远的那个断一下。我这个断一下，是。等会儿近战那个，可能先打近的吧。嗯，好。近战我一段，然后那个死个二段，断完两个应该是死。嗯，我就找你，你打哪我打哪。感觉怪不够啊，我们等会儿 就哪个离我们近，我们就打那个。OK。这基本上这原本一刀15万的不是吗？怎么变3万？怪是这种物，强韧啊。来打吧。嗯，你有吗？直接开吗？开了。第一次变完再开吧。也行。为什么我这个喝药会出前行啊？那你就喝了再进前行吧。这很伤啊，有时候打团本 boss 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弄。准备进了。我说为什么他可以沉默盗贼呢？你提前开斗篷就不会被。我是不是应该带个三层 buff 进去打怪啊？我第一次去很惊讶。你断好一段，不要抢。你要的我不知道他这个安排用意是什么，就是他妈让治疗打怪吗？对啊，就是让你打。下个我断，下个我断。有治疗替方针吗？你们觉得 rush 的掉吗？我可以控，我觉得并不能。有秩序，这个打掉吧。小怪打一下吧。后面有一只，对，那个打掉。OK。误日，层数太低，太高果然不行。并不能 rush 掉。哎，不！哇！差一点点就倒了，没关系。不然呢？还是我一段。出去不要踩水啊！啊，能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色，颜色比较淡。这个我断。嗯，你断。这波没有催心魔，输出有点低啊，一个人。嗯，那就让他们打，有什么关系？打掉了一个。哎！我，哦，这没仇恨的是吧？他转回来之后是没有仇恨的。哎哎，还有小怪，你把他拉起来，我去拉鱼。嗯，去拉。鱼不够吧？我是黑水死的啊，我是黑水烧成残血。差不多够。我也是烧成残血。有个共生，有个共生。哇，这么多鱼吗？很多鱼的，你这边要打满10%都没问题。A 就是。那后面有一个共生啊。没事，A 就是。没事。给你们压制。哎，共生不会给别人回血吗？对呀、啊，但不是，并不是完全 A 不死。不是直接，不是完全 A 不死，你 AOE 够强力就直接就共生前回血前就 A 死。他三秒回10%，并不是特别特别多。嗯。这波打完还有一波，还半波。打完应该够了吧？差不多。不够，99。要我再拉两只过来吗？再拉，你就拉。随便拉。
最后一波都可以开火车了，反正一够他们就跑。哎，已经够了，够了吗？哎呦，魔装备啦！